希望是我，最后是我，拜托是我，千万是我，必须是我，只能是我，只属于我，熬到最后，一定是我。考研挺难的，你以为很简单？很简单，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削尖脑袋往里钻？录取率只有1/3，很难的。我是说，只有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，我才能看得出来你是不是真正有上进心的人，对吧？你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？是不是？你说你不奋斗，你将来有什么？所以人这一辈子难糜烂一次到两次，那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，但是考研一定算一次，同学们，因为考研以后你下面人生没有大的改写了。谁不挣扎？每天都苦，苦是人的常态。你别说你现在赚5000块钱，你赚50000、500000、500000。你都会有你的苦，你相信我，人的常态就是不安全感。任何的投机取巧，到头来都是叫弄巧成拙。这个世界上唯一公平的就是时间，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就是勤奋。我听着你回答我嘴里的心跳，看着你无知轻易不吃药，找不出你对我最后的燃烧，在角落渐渐融掉。作业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要学会自己写了，不能总是依靠我，你要学会独立。我要照顾手机了，他还小。穿过所有浪漫银河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为在你心头降落。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，让故事的视而不得。我习惯在暴力藏匿，平白无聊来暗闯，有些微妙的关系我不敢触碰。保安好了，
是课本抄作业，考试上的那一页，现在想起来会不会月亮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只为错过你。祈祷压着课本抄作业，考试上的那一页，现在想起来会不会